上班的上学的朋友们注意看，这个自制肉松卷实在太好吃了。早上起床提前做好，带去学校或者公司，简单方便又美味，做法也非常简单。碗中打入两个完整的鸡蛋，加入一勺牛奶，用筷子充分地搅拌均匀，把面包片蘸上鸡蛋液，锅中一块黄油炒化，加入一点葱花，把面包片放上去煎一下，煎至金黄就可以夹出去了。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肉松了，有原味的，海苔芝麻的，红曲的，每盒里面都是满满的大块肉松，色泽金黄，口感绵软，味道十足。然后把肉松放在面包片上，趁热我们给它卷成卷，喜欢美观的朋友也可以把两边切掉，裹上一层沙拉酱或者炼乳，最后蘸上一层肉松，一个懒人版的肉松卷就做好了，香甜松软，营养美味，家里孩子特别爱吃，喜欢的朋友赶紧动手试试吧。